新港鄉公所二十二號舉辦著泉州分白金分甲百歲林穗的表揚活動，其中一對哦，佫較是由林穗媽媽陳黃清芬來見證查某囝周陳穗菊佮囝婿周安德牽手相知相惜一甲子的幸福婚姻，會當恭喜相喜臨門。新港鄉公所二十二號辦理泉州分白金分甲百歲林穗表揚活動。机要秘书周庆昌扎着公所的红包贺匾，将祝福送到厝内。这是公所送的红包，一万块。新港乡钻石分二十八对，三个人瑞，三对白金分呢。今日本人非常福气，会当来参加这个庆祝的活动。而且今日这个这对较特殊，伊是一个妈妈是一百岁。女儿是钻石婚啊，咱同时来庆祝。今年上特别的是，由泉州村的百岁林穗陈黄清芬来见证查某囝甲囝婿牵手行过一家族的幸福婚姻，相喜临门的好日子。真侪囝儿时势拢特别请假，专工倒来参与表扬活动。村长周庆龙、洪兴恒甲郭宏坤也拢亲自登门祝贺，分享喜气。好，足无闲，足迄落，足辛苦咧。较早伫咧做田啊，好，一家正大家，着，搁啊饲鸭啊饲牛，啊做事咧，正迄落咧。百岁林穗陈黄清芬已经是太祖级。大概过年也是家庭聚会时阵，拢是五代同堂，超过百人的情况非常盛大。家属也表示，阿嬷的口味足特别嘞，上爱啉咖啡甲汽水，逐天拢爱啉着咖啡才会满足。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